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普尔文，我现在是在孟网曼诺。曼诺茶号称孟海第一乡，它的古茶园是距离孟海县城最远的一个古茶园之一，它也是孟海最靠北的一座古茶园。现在春茶已经结束，但是今天上来看一下能不能再喝到一些好茶。这里是曼诺寨子的大门，曼诺大寨居住的是布朗族。有茶喝吗？哎，这今天还采了茶呀？有，采一点点。采一点点啊？应该是叫春尾茶了。前面的古树还有吗？头村的？哪？头村的古树给有？古树？茶有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有。哦，你家给有那个糯米茶？糯米茶卖掉完了，到时卖掉。哦，糯米茶卖掉完了。嗯。哦。哇，这里还有一只鸟。你闻什么？哇，这真是他说的？对，是他说的。我都说他刚刚讲的恭喜发财，跟我讲的。他说你闻什么？你好。啊。你好。我们先来茶农家喝杯茶。这里就是曼诺大寨。曼诺的古树就是在寨子周边，像对面的山上都是曼诺的古树。还在采茶呀？今年的是吧？今年的就剩这一点点了。哦，没有量，今年没量。你家古树可以做多少？我年嘛可以做差不多300多公斤的。300多公斤，今年做了多少？还有100多公斤啊。你家有糯米茶吗？糯米茶没有了。往年的嘞，喝的？往年的还应该有的，去年做了还有。这些都是去年的茶，没卖完啊。春茶，去年不好做。去年你这个应该也是比较厚一点的了不？前面的了。啊。去年因为我收也收些，去年也收了一些是吧？去年还剩了多少公斤古树啊？这些都是古树啊。都是。有200多公斤的。还有200多公斤。嗯。自家单株。哦，这个就是糯米茶。对。糯米茶它就是偏黑。哦。哦，糯米茶它也有分很多种吗？有两种，有黑黑的，也有一种。哦，这种好像不是黑黑的那种吗？嗯，老是那种黑的，也算的。啊，是啊，我记得我往年做的那个很黑的。曼诺有很多品种的茶。这就是一种。有中小叶种，有大叶种，还有这种糯米茶。糯米茶应该是属于有点变异的茶了吧？来喝一泡这个吧。像你们家分了多少个品种啊？就古树，就单株，还有那个糯米茶，单株糯米茶，还有普通古树，还有毛茶，毛茶，那个是偏白。毛茶它也是有点像那个糯米茶一样的，是吧？它是偏白的。嗯，那个是做出来是白白的。哦，它是又跟就是类似于糯米茶的这种有点小变异的这种茶种。哦，这个香气不错。毛茶它是什么特点啊？更甜的，好像那个更甜，就是偏甜的。哦，你们家有那种纯黑的那个糯米茶吗？没有了，现在没有。嗯。哦，就是哦，是有，但是卖完了是吧？卖完了。哦，那纯黑的糯米茶会更香甜。嗯。这一种嘛，可能没有那么香甜，还会。入口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苦底，嗯，这茶回甘生津倒是可以，不错，嗯，但是饱满度少了一点点，嗯，然后茶汤有一点糯感，但是没有那个糯米茶那么糯，没有黑条的那口感，对，纯黑的那个糯米茶，然后它的这个香汤香好像不是特别浓郁，可能跟去年的这个天气也有关吧，嗯。
去年的天气跟今年的不一样。嗯，喝一下今年的。喝一泡今年的春茶古树。这个调色确实是很短，很浓郁的这个花香。这个是曼诺的普通的古树，茶汤入口，汤感非常的厚实，苦涩也是比较明显。像这两年的话，还是这个金大福、福金这些收的多是吧？嗯，是金大福。金大福，嗯，对，他们的工艺好像跟你们的完全不同，这杀得很重是吧？杀了太重了。要提香了呗，就是。要带，他是要在杀青过程中把那个烟味给杀出来。嗯。我带着烟。对。炒的好像有点浮点浮点的那他们那个。故意要的就是那种。那种烟味。烟火味在。现在再喝最后一泡今年的曼诺古树丹珠，这个丹珠的香气在冲泡的时候风吹过来香气就很浓郁了，汤香也可以，入口就甜，入口就甜，这个香就优雅。嗯，而且它这个汤香很浓郁，入口甜度高，没有什么苦涩。嗯，而且它这个香入汤了，对，超级香，茶汤很鲜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喝。第一道汤入口几乎没有什么苦涩，甜度很高，而且汤香非常的浓郁，茶汤里面又带一点那种蜜香，而且它这种香气在口腔里面停留的时间很长，水路也比那个细了很多，细，这个茶气很足，很明显体感，这个杀青也是杀得很均匀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丹珠从第二泡开始滋味出来，但是也没有像前面的那个普通的古树，苦涩感那么强，那么浓重，而且它这个苦涩化得很快，回甘生津也是特别好。然后刚刚喝的那个普通的那个古树，你说是后面一点时间做的是吧？嗯。如果是前面做的或许可能会好一些，香是够香，对，但是这个色感太重，色也是色。现在喝完茶看一下这个丹珠有多少，0.85公斤丹珠带走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下山了，如果大家想更了解曼诺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，以前有详细的讲过曼诺这个寨子，包括去茶地里面看这个茶树、糯米茶，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区别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、点个赞、评论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